人啊，所以他们是大人，是他平常可能比较严厉，他平常比较严厉，就是比较不会关心，就是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都是他们啊。那总而言之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就是谢谢大家。好，解散。分享结束。今天在广州，我交了一位好朋友，他就是王老吉。他一路伴随我们非常多天，就是口渴的时候都会看到你们能拿着他在喝。小杰呢？哇，我这几天下来，我的印象是不停的流汗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太紧张了，就是紧张怕讲错话啊，或是一些你知道言行举止的，怕 Andy 哥会突然瞪了一下，所以我的印象。汗如雨下，雨下，雨下，雨下有人比你重。你雨下如何？雨下汗如雨下。对啊，我们就想贴那个雨下贴。对啊，可是你知道，有人就是雨下就是汗流到。汗王一号，汗完二号，看，陈凯仁啊，我想补充一下，就是啊。我昨天晚上跟工作人员去吃东西的时候，我听到一个非常离奇的消息。说。我请问一下，这已经的行程有谁忘记去尿尿？忘记尿尿？不是，比如说工作人员整天，工作人员就说奇怪，怎么大家都去尿尿？他说，妹妹你怎么都不用上厕所啊？对，然后他居然他的表情，他告诉工作人员是什么？他说：“安迪哥要演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对哦，我都忘了要尿尿这件事。”下节课回来超爆笑的美眉广州行内幕，马上告诉你啦，千万不要错过啊！的最近对，那我真的很少。他最近这两天超级管、啊。我今天把厕所洗完澡才搞的。然后我就看到两条毛巾，它有点比较黄一点，颜色比较暗，然后想说它应该是拿来踩脚，然后比较白的毛巾是拿来擦脸的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毛巾就铺地上，然后还两条，想说他们好贴心。结果小杰进去表演的时候，他说我的毛巾怎么是硬的？其实我把踩脚的时候，他把地毯拿来就是要给我擦的，然后那两条毛巾要当那个踩脚贴，我想说还是无脑啊。小杰你怎么知道啊，人家妹妹已经尽力的想掩饰这件事情，没想到你还是当着大家面说出来，真是太不够意思了。 Apple 今天说梦话。今天我快睡午觉的时候， Apple 做了一个梦，然后他讲了梦话吓了我一跳，讲完梦话之后他眼睛是半开的，然后他醒了，他上面都不会动哦，那就他起来他就做他的梦，你说给他们听。太长了，你讲重点就好。重点就是我们大家去老大家玩，结果大家都衣服穿得好好的，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内裤。我做梦梦到啦，然后大家就走在前面，我一个人走在后面拉着嘉玲，然后我就穿着内裤，而且我素颜。嘉玲是谁？观众不知道。嘉玲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经纪人，就是Calling的 Calling。对对。梦里面家里也还是一样的坏心眼。哎，真的哇，你没有哎呀，开玩笑的啦，家里最近人有很好，但是这在梦里面呢他还是一样，我跟他讲说家里我没有穿裤子，我只有内裤。那是什么？快点快，因为车，因为我的内裤，我的裤子放在棒棒糖的车上，因为我们是两群人一起去，你把内裤放在棒棒糖车上，内裤才在屁股上，是裤子放在棒棒糖车上。Apple， 所以你这个梦最后的重点是，听了半天我只记得你没穿裤子，结局该不会是个春梦吧？听说小杰睡觉是咬舌自尽，是不是？他睡觉睡给大家看，他在车上睡觉。不要太早哦。所以你知道，我想说他会不会车子一晃要？但是这都不是最酷的，最酷的是有一个在车上睡觉，居然把我给吵醒。我想说怎么会有猪在叫的声音？我想怎么睡觉会有猪在叫？谁快说！然后我就看，然后习惯很大声睡觉，我就听，哎，声音从我前面那边传来，我一看，哎，是一只猪在睡觉。是杨梅。
你这一辈子八成是天蓬元帅转世，不然怎么一切行为举止都跟猪脱离不了关系啊？在大伙儿短暂休息过后，紧接着终于到了与粉丝的见面会啦。放眼望去，会场一片人山人海，八妞妞的魅力果然不同凡响。说好吗？现场歌迷太过热情，导致活动差点无法举行呢。不过在情绪稍微缓和之后，妞妞们也邀请粉丝们上台品尝他们亲自下厨的料理哟，实在是太幸福喽。签名会成功结束后，现场热情粉丝似乎还是迟迟不肯离去，继续表达他们对妞妞们的支持和鼓励。而当然，粉丝们的支持也是让妹妹们能够继续向前进的原动力啊！嗨，谢谢你们今天这么热情，然后呢，就是上台之后都很紧张啊，然后但是呢，就是对我们都很棒，所以呢，谢谢广州的你们啦，爱你们哦！嗨，谢谢你的热情，小心今天很开心，而且他们还说真的会加油，会看到吗？我说你很好看，很性感，嘿，我对这部戏是很有信心的。谢谢你们呢，希望我们可以在多多地方见面呀。开心，开心，很兴奋，因为大家都非常热情，然后大家都有说就是加油，很开心，希望大家还是继续加支持我们哦，耶。每一次呢，大家都超热情的，也不过呢，没有过来收卡片，就真的很不好意思。希望下一次呢，还有机会可以跟你们见面哦。这一次八妞妞五天四夜的广州内地之旅可以算是圆满成功落幕啦！看到许多热情的粉丝给予妞妞们最热烈的支持，大家还是感动的心里呢。希望你们还要继续支持黑色卫哦。